在性生活上，每一个女性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对这方面的要求比较淡薄，而有的则非常强烈。身材丰满浑圆的女人比骨瘦如柴的女人性欲强。一般臀部较大的女人性欲较强，胸部大小似乎与性欲强弱无关，但如果胸部小是因为太瘦，则性欲一般较低。个子高矮似乎与性欲无关，眼神接触是自信的表现。 尤其在道性，含羞答答恐怕派不上用场。如果他热爱捉住你的小兄弟睡觉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他愿意做出任何新尝试，所以不要放弃机会跟他玩技巧。请找寻热爱嘴部运动的女人，烟不离手，时常饮水，咬指甲，视吃如命来做接吻对手。他们一般都在这方面技术高超，事关他们练习无间兼喜欢刺激嘴部。 要是你独爱纯情的女人，恐房只能如啄木般无影。文艺体育方面比较活跃的女人，一般性欲较强；偏于文静的女人，性欲相对较弱。文字感性的女人，情感多于行动，性欲不一定强，喜欢与男生接触，但是又不是那种很保守的类型，喜欢与男人开黄色玩笑。性欲不强的比较少语言。 爱把胸部展露人前的女人，表示她对性的兴趣极浓厚。不过，也有可能是对自己样貌没信心。那个井号，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上这类型女人的话，请提防她的妆容是否过于完美，把一切在缺陷都掩盖了。女人什么时期性欲强烈？一排卵期，月经结束一周后，也就是生理周期第十四天左右，随着成熟卵子的排出。 一起到来的还有一定数量的雌激素和雄激素，因此他会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更想爱爱。二经前期，月经前一周，在这段时间里，你会发现他又有了比平时更想爱爱的念头。然而，与月经中期荷尔蒙导致的性欲旺盛有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对性爱的渴望是由于月经前的烦躁不安和盆腔充血所导致的压力造成的。三如狼似虎的年纪，这个貌似大家都知道了。 都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往往生理成熟，心理也比较成熟，懂得享受性爱的美妙了、啊。怎样判断女人是否性欲强烈？一、体态特征。性欲强的女人，往往拥有优美的体态，乳房前隆，行动时抖动有弹性，而且臀部圆满后翘，行动活跃有力，这是性发育良好的表现。 二声音特征，如果一个女人的音调较高，而且响亮悦耳，最关键的是唱歌的时候特别动听，那么这类女人的性欲往往比较旺盛。三遇事反应，性欲旺盛与性欲冷淡的女人，在面对事情上的表现也不同。性欲旺盛的女人，遇到开心事、感动的情景，笑容易激动，流泪甚至哭泣。四性情特征。 性欲旺盛的女性，性情比较开朗、奔放，在与异性的交往当中，嘴好讲、眼好看、手好动；而性欲较差的女性，性情则比较内敛。五,五、酒精反应：性欲强的女性在闻到酒精后，呼吸会加深加快，耳朵发热，面色潮红，眼结膜轻度充血，眼泪润眶，甚至坐立不安等性兴奋表现。 女人有性需求时有什么表现？一无名火，妻子如果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东西扔得叮当响，或大力关门，你就要检讨一下，多久没有麻烦她了？什么叫知足？知足就是快乐，就是安心。而现在他不快乐，还躁动，说明你有些疏远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在抗议。其实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二刻意的贤惠，这是一种隐忍。 是火山爆发的前夜，所以你要赶紧响应，否则你后果自负。他的低姿态，他的勤劳，是做给你看的，就是要打动你的心，让你犒劳他。三撒娇，也许他原来不善于发达，突然有一天，他缠着你要买儿童食品吃，或者童言童语起来，或者喜欢大惊小怪的，好像什么都要赖着你，沿着你。女人性欲太过强烈怎么办？ 女性的性欲相对于男性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很多时候欲望是来自外界的刺激。如果你的意志力不够坚强，那么就少给自己一些刺激吧。当出现自慰的念头的时候，不妨去做做其他的让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从而忘却了自慰的念头。大脑皮层有种机能特性叫做优势法则，即有意识的增强学习兴奋灶。 从而使其他部位处于抑制状态。学习越专注，处于优势兴奋灶区域越具有良好的应激机能，并能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克服自慰的欲望。这就需要坚强的意志了。当出现自慰的冲动的时候，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控制欲念，从而减少自慰的次数，满足正常的需要即可。白天积极的参加各种活动和体育运动，扩大兴趣爱好。 不断充实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在心灵充实的时候，身体也得到适当的锻炼，也就渐渐淡化了性的需求。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罗曼·罗兰的这句名言，深刻揭示了爱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在爱情的世界里，当一个女人打心底里爱着你时，她所给予你的，她所给予你的，不仅仅是言语上的甜蜜与承诺。 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温暖。这种温暖，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穿透寒冷，直抵心灵最柔软的地方。温柔是爱的别名，在爱的世界里，女人的温柔是最动人的语言。她对你的关怀无微不至，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她的用心与在意。她会在你疲惫时递上一杯热茶，轻轻按摩你紧绷的肩膀。 他会在你失落时给予最坚定的支持，用温暖的怀抱驱散你心中的阴霾。这种温柔与关怀，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与舒适，仿佛整个世界都因他而变得柔软。爱是理解的别名，真正爱你的女人，会努力去理解你的世界，包括你的梦想、追求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脆弱。她愿意倾听你的心声，即使你的想法与她不同。 他也会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去接纳，并给予建设性的意见，在相处中出击。他懂得包容你的缺点与不足，与你携手共进，共同成长。这种基于理解与包容的爱情，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稳固，也让你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真正爱你的女人，会在你背后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他会在你忙碌时默默承担家务，为你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他会在你遇到困难时挺身而出，与你并肩作战。他的爱如同春雨般润物细无声，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他的深情与厚意。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你更加珍惜他，也更加坚定了与他共度余生的决心。信任是爱情的基石，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 会无条件的信任你，无论外界如何风雨飘摇，他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这一边。他相信你的能力与才华，鼓励你追求自己的梦想。他相信你的为人与品性，即使面对误解与质疑，他也会选择相信你。他的信任与支持，是你前进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让你在风雨中更加勇敢与坚定。总之，当一个女人打心底里爱着你时， 他给你的感受就只会落在“温暖”这两个字上，他的温柔以待、细腻关怀、理解包容、无私奉献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任与支持，共同编织成一张爱的网，将你紧紧包裹在其中。在这张网的庇护下，你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安宁。因此，请珍惜身边那个给你温暖的女人，用你的爱去回应她的深情。 共同书写属于你们的爱情传奇。情深不必十分，自爱三分，以免情海沉沦。许多女性常常质疑，爱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全心全意、无保留的展现自己的真心吗？为何我们总是被告诫只爱对方七分，而不是全然的投入在情感投资上？为什么我们不能毫无保留？事实上，人心本有贪恋难填之性。 太过容易获得的东西，往往不被珍视，即便它珍贵无比。若轻易到手，便易被视为平常。这种现象在男女关系中尤为明显。一旦关系稳定，男性往往变得相对被动，而女性则表现得更为热情和积极。男性通常渴望征服的过程，享受追求的刺激，而非仅仅分享胜利的果实。 相反，女性则倾向于珍惜和享受爱情的成果。在恋爱关系确立后，女性往往不惜一切维护这份爱，哪怕男性的爱意逐渐淡薄，他们依然愿意付出，展现出极大的包容和理解。然而，当关系逐渐失衡，女性常会感到不被珍惜，甚至觉得自己为爱付出太多而受到委屈。男性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这种关系带来的利益。 忽略了女性的不满和心声。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的动力似乎逆转，男性领先，女性苦苦追随，爱情的主动权完全颠倒。尽管最初是男性主动追求，因此不论一个女性多么深爱一个男人，她都应避免全然投入，保留三分自爱，关注自我情感和需求，偶尔体贴自己，比不顾一切的付出更为重要。 这种自我关爱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幸福感，也能使他在爱情中保持独立和魅力，维护自我成长和品质。个人品质才能真正优质的爱他人。只有不断的自我完善和成熟，一个人才能在爱情中保持平衡和持久，确保关系的健康和长远发展。爱深是海，宠则成患，七分情足以立德。过度的爱恋往往会导致宠溺。 而在感情中，对男人七分的爱已足够，超过这一度，便易流于溺爱和骄纵。人性本有惰性，一旦被过度宠爱，便容易产生种种不良后果，例如变得骄傲自大，将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无节制地挥霍对方的爱与努力。在你倾尽所有后，若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付出引发的担忧和恐惧，这种后悔是极为痛苦的。 因此，比起在事后感到悔恨，不如在爱他时就加以节制，保持一定的自我保留。对他好可以深情，但无需全然投入，以防最终只换来失望。豪赌爱情等同于将所有的赌注压在一个未知的未来上，在你还未完全了解对方的本性时，不应轻易全力以赴。即使你确认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也应避免测试人性的极限。 因为人性在极大的试探下，往往表现得难以预料。你的探索可能最终带来的是惊吓而非惊喜。适当的爱，给予七分，既能维护对方的尊严，也保护了自己的心。过度的宠爱无益，只会培养出依赖性强、缺乏自立能力的伴侣。如此不仅无助于对方的成长，反而可能阻碍其成才。情深不宜日日言，七分恰到好处。 爱情中的纠缠，通常源于对对方的深爱和高期待。这种纠缠包括了期望对方回应关心、反馈问候，以及理解你的爱意等等。男人若自愿给予，如珍惜、呵护、体贴、主动、热情、宠爱及包容等情感回馈，关系自然和谐。然而，若你过度所求，然而若你过度所求，便可能让爱情失去甜蜜。 转而带来苦涩与压力。爱一个男人，你可以感到紧张、不安，甚至想要时刻围绕他，但切勿为了讨好而牺牲自己的尊严。如果对方不欣赏或拒绝你的主动和讨好，这是他在暗示你应当适可而止，而非寻找其他方法继续追求他。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学会适度放手，给他一些自由和空间。在维护彼此舒适的距离时。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事物来忙碌，他也可以安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或兴趣中。这种独立性对双方都有益，因为过度的纠缠不仅无益，还可能逐渐减少你的魅力，并让对方的好感转变为厌烦。因此，与其等到关系因纠缠而提前结束，不如适当延长爱情的保鲜期。最佳的方法是控制你的纠缠程度在七分，余下的三分用来关照自己。 维持自我价值和成长，以此来平衡和美化你们的关系。情深不如情流，七分恰如其分，三分自真也。将全部的情感倾注于一个人，看似极致的爱，实则有失平衡，美中不足。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感到的快乐，往往大于拥有后的满足，这是因为完全的得到可能消磨了前进的动力。 缺少了继续提升的激情，爱一个人的最佳方式不应是无条件的满足，而是相互激励与成长。例如，通过鼓励他为爱而改变，为关系而努力，或是与你一同成长。这种相互激励不仅促使男性珍惜彼此的关系，还会更加欣赏你的美丽与才华，恢复初见时的赏识，将爱情放在适当的位置。 切记全情投入应仅限于热恋初期，过后你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个人成长与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保持健康、美丽、提升经济条件等。每一个改善都需要极大的努力与承诺。生活中充满各种乐趣和值得追求的目标，无需将所有的情感和精力仅仅投注在一段感情上。过度依赖和关注往往适得其反，可能会导致对方的厌倦。 这不仅是常理，也是人性的体现。因此，不论你对一个男人的爱有多深，总应保留一部分心力来经营自己的生活，如友情、家庭、职业和社交生活等。当你足够优秀且独立时，你不会因为一段感情的冷暖而失落，因为你的幸福不完全依赖于他人。一个男人的在与不在，应只是你丰富多彩生活的一部分，不足以撼动你整个生命的意义。